人妖神仙殊途，法力同归无边。他们个个都身怀绝技，变现神速，展开地上最强的妖魔斗神仙之战。吕良伟、林心如、王维德合力发功。恳请各位观众有怪莫怪，一齐投入小惊大怪。封神榜二，3月9日晚9:30 ，ATV 本港台。2009年是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，世界目光将聚焦中国，祖国新貌将会深入浅出，带你认识今日中国。大家记得留意留意亚洲电视，亚洲电视嘅亚洲电视，了解了解祖国新貌。哎呀，点解明明做咗防蚊措施啊，仲会咁？都养咗食蚊寄鱼啦，花樽我成日换水噶。咦，系喎，冷气机托盘冇积水啊，装水容器又冚实啦，花盆底点冇积水？嗯，哈哈，谜底已经解开，答案就喺呢度。落完雨都要清积水噶，每个星期都做足检查同清积水，啲蚊就冇位滋生啦。永远接触不到的平衡线，奇迹感交织缠绕。请问你是不是将一人女士介绍来相看的？38岁平凡王老五，29岁气质女主播，造就一段浪漫奇缘。秀娟小姐，你可不可以跟我结婚啊？好多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真的好多谢你啊！101次求婚，星期1、2、4、5晚上9点 ，ATV9高清频道。吕良伟化身纣王，种下自食其果。封神榜二，3月9日，功德无量。黑色午夜，深不见底，深不见底，熄咗啦。妖魔鬼怪令佢着迷，惊到甩肺，笑到魂魄唔齐。探爱野菊花牙膏特约，星爷驾到回魂夜，星期六晚9:05。线索牵一发动全身，环环相扣，苦十皆是。应采儿凭直觉，逐一检视，逐一解查，合理探案。星期六日晚8:30 ，ATV9高清频道，高清亚洲，数码免费。生活，你我都可以拥有，保护环境，你我都。